神奇的恩典在生命里面，你每早起身，我不知道是你每早起身，你上班那些，或者你就算是要家庭主妇，你第一件事都会想，就算家庭主妇回即都要起身，就想想今天我要做些什么，就是清洁啦，还是煮饭啦，买菜啦，究竟即要怎样去安排生活呢？又或者你是做工作的，你会回到职场里面，上班在公司里面，究竟要做些什么呢？但是好不好，我们真的作为主的门徒，我们跟随他的时候，其实我们起身是不是应该问两个问题呢？既然神已经托付了我们福音的使命，也都就邀请我们去发声的时候，起码有两样东西你 要起身的时候立刻要问一问神的，打个电话给神问他，神啊，我今天要向哪一个发声呢？你有没有问神啊？好不好，你每一天起身，我挑战你啦，因为你生命里面充满着奇异的恩典故事，神就在你的生命里面，圣灵就在你内心里面，你第一个问题问他，就今天我有什么做有些什么我要向哪一个发声，为你发声。又或者在第二个问题就问神啊，你要我今天祝福哪个呢？给什么祝福他？在蒙召祝福的过程里面，我们都学习了很多祝福别人的方法，愿意我们就去向哪个发声，去祝福哪个，然后我们就留心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。我们每朝早就问一问神，其实在每一间里面就经历着祂的带领，夜晚我们可以去感恩，感谢神给我们当中那个传福音的机会，分享的机会。其实你的生命和神在你生命的故事，是在你生命里面最独特的声音，独特的故事，是最美的声音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你可以说很多东西很多东西，但最有效用有永恒价值的，就是你和神那个生命改变的故事，这个是最美的声音，是神托付你，是你才能说的，因为只有你才经历过的，别人不能够代替你的经历的。